我是祖国皇帝弟弟。首先，先带你关注一则交通意外。这种交通意外发生在一间华小大门前。一名小学一年级的小女学生放学过马路时，被一辆行驶很快而且撞红灯的黑色汽车撞到。庆幸的是，这名女同学只是轻伤而已。在此，我们代表所有的小朋友们，呼吁各位安迪、安哥、哥哥、姐姐，在学校范围一定要把车速减慢一级，注意小朋友们的安全。可不可以呢？接下来再带你关注一则社会新闻。一位低头族美女到后乡去举车时，不幸遇到两名抢匪。两名抢匪已经到乡对，很久了才被社会低头族美女抢走。刚好有一位婆婆路过此地，婆婆用影响猛烈的敲打抢匪，抢匪射死了，射了婆婆一刀，然后就调头就跑。我笑死了！你今天在电脑干嘛呢？回到前，美女很好奇地问了婆婆：“为什么你不怕死？为什么你要过来救我？”婆婆临死前的答案会是什么呢？让我们来追看下去吧。我说你不怕打小孩，结果你不怕死吗？我没有怕死，因为我有买 Golden Pride， 因为我有买 Golden Pride。Golden Pride 是给年龄45岁到70岁的人，如果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肾病、cancer 都可以申请。无需身体检查，保证可以接受，意外离开赔偿高达4倍，保单满期80岁，保证领回108%的总保费。因为反应热烈 ，HLA Golden Bright 试卷图重来，最后一天是12月31日，2018年，马上联络我们，不要再错过喽。希望各位可以到我们 CEO Advisory Fanpage 去 like。 如果你喜欢这个 video 的话，请你给我们很多 like， 并且留下你的 comment 以及 share 到你的朋友圈。我们下期再见。